播放清单的项目调整顺序啊，进入媒体库找到播放清单，进入媒体库找到播放清单，26式的前文逐字念呢，用电脑程式来念哦，用把它播卡 blablok 把它播卡程式来念呢。来调整顺序啊，按照阿拉伯数字顺序。你看，按左边缩图，缩图的最左边有两条短线，像那个组合成像数学的标点，数学的等于啊，等于符号呢。按住那个缩图的左边的边缘，长按可以上下移动。左边有两条短线，像数学符号那个等于啊，那个符号才有办法。按照数字这顺序排列，这样比较好管理啊。电桌上型电脑网页只能显示到第200项。所以超过200项的，要用手机来看了。你看，已经有236步，也可以从那个200项以后，另外成立，另外建立新的播放清单。有建立过宋氏的播放清单，也可以建立明氏的或者。清史或者明清史一期，明史、清史一期的播放清单哦。